生其实管得长得好不好看，我可能对有的人就是不来电，而且有些女生只能欣赏不能接触，因为你永远不了解美丽的外表下有多么危险。像节目中虽然站了16个美女，但是其实也是16个美丽的陷阱。我总共看了咱们两期节目，也就花了10分钟，因为我对不来电的女生直接就快进了。我喜欢那种文静的，就像1号、10号、11号那种分贝，属实是给我吓到了。看他们说话的时候有点情绪高涨激惹，我感觉应该拿约束带保护上，这样对我们台下的男嘉宾都有很好的保护。其他的我觉得还行点，就是9号，九号很少说话，给我的感觉是成熟稳重，有一种港风的美。我的爱好挺多，但也没啥。玩过摩托车，冬天卖了；弹过尤克里里，但手现在生了。现在唯一能坚持下来的爱好就是看电影。有时候我把自己捂得严实的去看电影，因为有泪点低，还怕被认出来。